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奥运站 Julia， 今天来到大角咀，想为大家介绍利奥坊晓岸的一个两房单位，实用面积为390呎。入到单位，业主摆了两张单人梳化和电视柜，开放式厨房令到整个客饭厅的空间感更加大。我哋依家行出去个露台睇一睇周边嘅环境，方向向正南，望到 ICC 九龙站中上环方向。业主将第一间嘅睡房改为一个工作室，主人房咧订做咗张4尺嘅大床同埋入墙嘅衣柜。洗手间咧一共有两个窗口，俾人感觉好光猛啦，同埋舒适嘅感觉。大家如果想了解多少少资料的话，可以打给我或者 WhatsApp 我的。多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